位于三重重阳重化区堤外的庙宇万信宫，每天都有大批民众到这边运动和泡茶聊天。由于附近只有一个流动厕所，不但不敷使用，也因水量不足导致臭趣熏天。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接获民众陈情，召集高滩处会勘，希望增设景观厕所和体健设施，以满足民众需求。因为干那这流动便所吼，因为水无够，人个清洗吼，啊，那风来吼，味真歹，啊，足济吼，这运动的人员哦，大家拢伫遮咧反映。这个所在其实运动的人真侪吼，啊，因拢知影中央桥卡甲咱罗州百姓宫的景观厕所、体健设施拢安怎做的，啊，所以特别甲我反映讲，咱万信宫会当做景观厕所，伊就啊较清气、佮安全、佮袂臭，伊就啊嘛希望会当参入重阳桥下吼，甲百姓宫遐个来对加做一寡体健设施吼。新北市高滩处接受议员建议，将比较临近的重阳桥下增设一座功能齐全的景观厕所，并在附近草坪设置体健设施，预计三个月内就可完成。我们这边也准备来做一些评估规划，那大概可能最快可能大概在三个月以内可能会有一些初步的成果这样子。那 让在这边附近的不管是打篮球的年轻人或是说在庙里这边的一些休闲的比较长者都可以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空间这样子。三重区淡水河畔的和平公园是民众运动休闲的好地方，但景观厕所和体健设施的数量仍嫌不足。李翁月娥希望高滩处能看到民众的需要，主动在人潮较多的地方增设，提供更完善舒适的休闲环境。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罗荣宏采访报道。